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诸三长老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现在咱继续要来讲这个《维摩诘经》。那么《维摩诘经》啊，请大家拍开这个经文吼，经文也讲咯，一切众生皆如呀，一切法亦如呀。众现性亦如呀，至于弥勒呢，亦如呀。若弥勒得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亦应受记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，不疑不疑啦。这段的经文啊，那么是徛在这里呢，一切众生啊。伊的性本来就如，一切法也是如，众现性也是如，乃至你弥勒菩萨也就是如啦。这个如，也就是这个八节中来讲算空性的意思。那以这个真相唯心系来讲呢，是徛伫呢佛性来讲，人人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呢，咱用这白话文来念一遍哈，咱注意听哦。一切众生啊，真实的体性呢，皆为如如空性；一切万法真实的体性呢，也是如如空性。所有的圣者贤人真实的体性呢，也是如如空性。至于弥勒菩萨真实的体性呢，也是如如空性。如果你弥勒菩萨能得到佛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也应该得佛呢所受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如的空性，而真实的体性啊，是万法同体，无有两样啊。并无差异，也不懂。吼，要来注意清楚哦。用白话文甲念一遍呢。那么相信大家心内凌乱自知呢。这简单讲，徛伫八节中来讲，如就是空性的意思，也就是呢，诸法本来的面目。伊讲啊，一切众生皆如呀。众生以这个五是为四大五蕴合合啊，当下空性啊。如果这个五这个、身躯不是四大五蕴合合者，当然讲不空，那个来会合啊。可是啊，凡所呢是身躯肉体以上，拢是四大五蕴合合的物件。既然是缘起的物件。缘起的众生呢，何然不是空性啊？所以讲，一切众生皆如啊，空性幻化嘛。那么众生是如处啊，乃至一切法也是如呀。这一切法就包含着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所以这千罗万象，一切法拢总是空性。众生空性，一切法空性。正了圣位的高位的诸佛菩萨，一切圣人贤人呢，同款也是空性啊。何况
你弥勒菩萨忽然不是空性了。一个说啊，空一切空啊，如果要一法不空呢，诸佛说不法，诸佛说法以上法者是因缘法，因缘法者法法皆空，无讲处法空，彼法不空，彼法不空，处法空的呢，空一切空啊，众生也好，法也好，那是圣贤也好，那是弥勒菩萨的也好，拢总不离如幻如化空性的呢。伊个讲，讲如果呢，你弥勒菩萨啊，能得到佛祖甲你授记为者，平等平等，一直众生照讲，我们爱受诸佛来甲伊授记啊。有缘来讲，因为弥勒菩萨空性，众生忽然唔是空性。如果你会当受记或者众生未当受记呢，安尼不明为啊，诸法空性啊，空不改空啊。因此你会当受记，伊未当受记，迄就产生前后矛盾啊呢。所以讲，你弥勒菩萨正的空的位置能受记，如果众生来正的空，众生咪当受记啊。平等平等啊！伊讲所谓者何？为安怎讲？为安怎讲？你弥勒菩萨能受记，众生爱当受记呢？因为啊，富足者不义不义呐、啊。伊讲如也都是诸法以本体性的实相，实相者是空性，如者空性啊。空性者是不是两项物件？是平等的啊！如果呢，我能空，你不能空，或者是你能空，我不能空呢？而不名为如啊。可是如，所以如呢，一当下就是空性的，不二不异啊，不是两项物件，啊，无什么差别啊。你注意清楚哦。这就是显示了诸法空性平等的道理，也就是呢，咱佛教所以称为平等的宗教，也是所以佛教称为呢人人可以成佛的宗教。因为空不是诸佛菩萨心性的专利品，空是一切诸法的本来面目，如幻如化，如电如露，空幻不虚的。空性啊，圣贤空性，凡夫忽然不是空性啊。所以圣人会当成佛，凡夫众生的咱嘛是会当成佛的，因为空性平等啊。诸佛讲了空的道理，咱若按照佛祖方法的修行，有一天也讲了空的道理呢，安尼佛不是干佛会当成呢啊？你我在座咱1350几个菩萨。包含我如本在来，也是以后咱拢会当成佛的。那问啥物理由？真简单，因为啊，空性是平等，无有啥物人了特权甲下面，也无啥物人讲伊呢享有呢空可得，别人都袂当得的。那伊可得，伊不可得呢？安尼不明于空的平等，空之所以空。平等，所以平等就是诸法的本来面目，人人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呢，有人问一句话啦：诸佛是安怎成佛的？你会记得一句话，就要讲个清清楚楚。佛所以会成佛，就证了诸法空性的道理。我空来成佛的，空是每一个十方诸佛一必然的根基。也无经过这个空呢，诸佛不能成为诸佛。问伊到底会成佛未呢？要经过这个空的洗礼。那么凡夫也是同款，要证成佛的各位，要悟空性的道理，也就是如的道理。如就是空的别名。所以呢，咱要证了如的境界，证了空的境界，这完全呢，要透过佛陀的启示啊。所以呢，在咱微妙结经就跟你讲啊，一切众生皆如也，
一切法也如也，众现性也如也，至于你弥勒呢，也是如啊。啊，你既然弥勒菩萨会当来受记啊，一切众生忽然讲伊袂当受记咧。既然感官证了这个空性的道理，空无两样啊，无二无别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所以人人拢会当成佛。以这段所有文章啊，经文就是开始了空性平等。咱若好按努力用功修行，体证诸法的本来面目，空性为者，注意，你我大家拢会当成佛的，拢总会当成佛的。所以呢，看这段文章啊，咱自然生起了这欢喜心出来。所以佛教伟大就是讲，人人拢会当成佛，唔是啥物人享有特权甲下面的，人人会当成佛。好，举个听下好哦。诸法的理性啊，就是诸法空性，是遍一切处而无所不在，无有一法呢可以离开如啦。也就是呢，无有一法呢不是如啦。你敢听有？哎，就是讲啊，诸法伊的道理上的道理啊，就是诸法空性。那个诸法空性是遍布呢三千大千世界，任何一个方所，拢总是呢诸法空性。如果呢，也阁有一个法，伊唔是如，伊唔是空为者，这决定唔是缘起法。既然缘起法的诸法呢，伊本体性当下就是空性，所以唔再讲。无一幻呢，会当离开如啊，嘛会当跟你讲，无有一幻呢，唔是如啦。所以一切法拢是空性的。那离开讲空性零存在呢，这里也唔是法。既然法的意象拢总是如，拢是空。咱拄好讲一句话，如就是空的别名，讲如也对，空也对，在本经。在这个角度来讲，伊无讲空，伊讲如，也就是空的别名。所以唔再讲，无有一法可以离开如啊。那么，买当然讲，无有一法可以离开空啊。那么，也就是呢，无有一法呢会当离开空呢、啊。这道理就是安尼意思。哎，注意个听好哦。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咱要开悟证果。不二法门，要经过这个如的洗礼，经过空的洗礼，也就是呢，体证诸法的空性，因此呢，才是入如来一路的盘门的境界入来。开悟圣经，人客串要去讲话啊，赶紧的超级威回讲呢。开悟圣经伊讲，伊讲平等啊，法界中。佛不度众生，吼吼，这个话是要亲通呢？讲凡所诸佛菩萨啊，伊完全是证悟这平等的法界性。如果咱所有在座每一人一千三百五十几个菩萨，你用证悟诸法的平等空性为止啊，佛唔免。来人间来道理啊！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，因你见了诸法的空性为止啊，啊，免给你受记啊，受记无受记呢，拢无啥物两样啦，同款。也就是讲，咱诸位在座诸如见了这诸法的空性为止呢，佛不度众生啊。所以佛来度众生，就是因你众生并无见我诸法。本来面目，也就是如的境界，也就是空的境界，也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，也就是无生法界的境界，也就是涅槃的境界。你若证悟涅槃的境界，安尼诸佛菩萨唔免多加跳了凡尘，直接来去苦苦度众生啊！安尼注意清楚哦。所以呢，咱就要结论一句话讲：咱注意在座一千三百五十几个菩萨。
听维摩诘经来已经55天了。那么在这段的岁月当中啊，大家呢如果见我这诸法如，也就是空性的道理呢，安尼呢，咱这1350几的菩萨呢，都以时间刹那之间呢，世间欠了呢1350几位去啊。有人讲，有啊1350几的拢无去，安尼唔得走对去哦。注意啊，大家拢转凡入圣，圣就佛道啊。哎，咱1350几个菩萨，唔免去罗家诸佛来感度啊。佛所以度咱，就是咱无净空啊。咱见我诸法的空性为止啊，佛祖都唔是讲食饱换腰骨啊，庸人自扰之，天下本无事故。既然呢，咱大家幸福啦，以后必得累啊。我拄啊开文见山讲一句话啊，是讲三世诸佛所以幸福。就是透过呢，这个缘起性空诸法的空性，也就是如空的势力，引出一现骨。既然你我大家拢已经经过空甲如的势力过人，咱用现骨来呢，佛都唔免如假来人间度众生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哦，这点是足要紧的啊，这点啊是要记的啊，足大点啊。爱记好哈，空性平等，所以佛教会称为个平等宗教，也就是为这经文所讲出来。人人只要我见诸法实相空性为者，你我大家拢会成佛。佛就是为我空来，所以有一尊叫做空王佛呢。我这诸法的空性如幻如化，引出来成佛的呀。爱我这道理。哎，就明白吼。哎，那明白，咱继续去讲维摩诘经的经文哈。伊讲个咯，若弥勒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，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即菩提相，若弥勒得灭多者。一切众生亦当灭度，所以者何？诸佛呢？对一切众生，毕竟即灭即涅槃相，不可净灭，是故弥勒无以处烦呢，又诸天主，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无退者。安尼最清楚吼，吼教也足详细啊。即简单讲，咱先念一遍白话文了后，咱再最详细来过来演讲一遍，佮解破伊即义理出来，大家注意听哦。伊安尼讲，如果你弥勒菩萨啊，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的果位啊。那么一切众生呢，也应该爱正直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一切众生伊的真实的体性呢，就是菩提实相。如果你弥勒菩萨得入这涅槃，度脱众生，一切众生呢，也应该得入这涅槃，度脱众生啊，度脱生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诸佛呢明白一切众生真实的体性，毕竟即灭啊，也就是涅槃的实相，无必要再加以呢灭度苦患呢。所以弥勒菩萨啊，你唔通够用这些法门呢来诱惑所有的天主，因为啊，诸法的实相本空。实在无有呢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啊，也无有退失究竟菩提心的人啊。吼、哦，哎，最清楚吼、哦，讲了白话文，听了个地呢，大快人心啊，一目了然，你就清楚啊。专讲一句啊，就是讲
弥勒菩萨啦，弥勒菩萨，你也知影哦，哦，哪讲弥勒菩萨，你得成无上佛道啦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你哪有法度得成无上佛道？安尼是奉所有一切众生同款呢，啊，同款存你见我空性，安在所有众生孤孤爱当成佛。那问什么理由？有人在讲，因为一切众生当下呢，一切实相本体就菩提相啊。哎，众生也体性嘛是空性的啊，嘛跟你弥勒菩萨同款，有着真如的体性啊。哎，你听有啊？那是弥勒菩萨，你有在得入这涅槃的境界。一切众生同款，我到地狱这涅槃的境界。为安怎讲？因为呢，是往三世诸佛以了解，了解一切众生毕竟呢，当下也是不生不灭相，也就是涅槃相就对啦。唔免阁灭除一切苦难烦恼，阁另外呢进入涅槃。当下体会呢，四大五蕴当下是空性。空者不生不灭，不惑境灭呢。所以在这总共之下，弥勒菩萨，你千万今仔开始，你都唔通阁用这个有断灭的思想，有对立的思想，有这个染化的思想，来诱惑在所有天主在天心中。实际上讲起来，并无啥物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。当时嘛有啥物，嘛无所谓体识啥物菩提心的人。诸法当下就空性，诸法当下就是如的物件，哪里有法，哪里有体识，哪里有尽呢？啊，有尽有体有法有无法呢？拢完全是空性的。如果流入这对待法的当中，弥勒菩萨真道歉，你说法不但不能圆满佛道，同时如这个自性还是法执的当中，有缘的阁无到成就究竟圆满之法呢？安尼弥勒菩萨你清楚无啊？以上就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对弥勒菩萨一番呢，说出这无上大法，好听的话呢。换一句话讲呢，这段经文嘛，会当徛伫这个平等的法性来说，一个人有法度成佛，那么所有的人同款会当成佛。一个人会当入涅槃，所有普天之下，大家证了诸法的实相，人人拢会当入涅槃。所以成佛唔是人的申请专利品。入涅槃也不是某咪啥咪人会当申请专利品，讲伊会当入涅槃，别人都袂当。这人会当入涅槃，讲迄人袂当入涅槃，安尼有一个对待不平等，安着这人无体悟到这诸法本来是缘起性空的道理，还佫发白条哩，不能体证诸法的空性，有缘乱乱不舍诸法的实有。安尼因缘开悟正果，成就佛道啊！伊道理在即所在啊！诸位菩萨个听好，诸法以本空啊，弥勒可以得到菩提啊。那么当然，一切众生本空，嘛是同款能得到菩提啊。所以叫做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其性本空，无二无别啊！这意思就是讲，发挥了自发性的平等观，成佛入涅槃，唔是弥勒菩萨的申请专利品，也唔是所有的诸菩萨的申请专利品。只要每一人会当证悟自发的平等性，也就是空性，也就是如的道理呢。安尼，人人会当成佛，也会当人人进入这涅槃的境界以外，所以叫做啥？事法平等，无有关机了。
因为诸法本空啊，无二无别啦。你注意清楚吼。最后在要结束的时，弥勒菩萨个讲啊，伊讲劝人啊发菩提心呢，虽是受记作福啊，本是道生一善卡方便，但能真心的扫除种种的妄执，当下便是发菩提心啊，正无上觉，正入即灭啊。安尼最明白无啊？所以发菩提心呢，个人呐、啊、是就是修己，即正觉。哦，说啊，莫名三两，你要发菩提心哦。发菩提心的当下呢，就是一步一步慢入即个无上佛道的开始啊，因证落去啊。所以成佛了后，你过去所发的因，跟以后成就的果呢？因感果并不是两样物件，初发心的心，跟以后成佛的心呢，心不是两样物件，同样的物件。只不过勉强讲，过去在迷，现在在悟；过去在染，现在在不染的当中，方便讲是呢，心性不是两样物件。所以观人发菩提心呢，虽是受记作分呢。这本来就是度众生一款的宽较方便而已，但是呢，真正会当扫除众生心内种种的法执、正执、妄执的位置呢，当下便是发菩提心啊啦，也就是成就无上正觉，进入这级别的筹码、的本钱、的实力就对了啦，安尼就清楚哦。以上的就是因为发菩提心啊，为某个技术顺这因缘呢，叫这天主爱发菩提心，当下就进入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位入去啊，无有进退。好，随个听好。下面啊，咱继续阁讲这为某个经经文哈、啊。为某个技术又讲话啊，弥勒。当令处诸天主啊，下以分别菩提之见，所以者何？菩提者，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心得。咱先解说这段经文哦，注意听好。那么，个念作个别位文，就是那念啦。伊讲，弥勒菩萨啊，你应当。爱思念所有的天主呢，下离希望分别心，对这个菩提实相的执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菩提实相啊，不可能用这个身体摄得的，也无可能用这个希望心可以求得的。哎，注意听有无啊？意思讲，弥勒菩萨啊，哎。你慈悲这天主，慈悲这天神就对了。啊，你有这啊，都是天的天王为说法，各有这都是天的天王灌输天神来说法。你下离这个凡夫心的分别心吗？哎，这样我都见到这个菩提真正义理啊！你要用这希望的分别心呢来看菩提。菩提必有颜色啊！但亲像讲哦，咱世间人讲的，虚空本来是无色的，可是呢，你挂一支有色的目镜，用红的目镜看到了呢，这虚空变红色的。你用这蓝色的目镜挂了去呢，规个天空变蓝色。你用一个呢，墨镜甲看呢？看虚空变乌色，所以这个乌红青白虚空呢，是来自于啊有色的目镜。那么菩提本无色，菩提本清净，本无生灭啊。那么你凡夫用这分别心，有长有短，是是非非，善恶的心来看菩提，当然菩提都有颜色，有问题，有缺点，有污点，有种种颜色啊。
安尼讲的菩提都无正确啊，有出问题啊！安尼弥勒菩萨，你明白无啊？吼！你讲为无结其事，讲的为我来得。那么一个讲啊，讲菩提者，未当用这个身躯去滴咧，嘛未当用这个心凡夫的分别心去滴咧。要如何滴呢？后边呢，为无结其事就开始讲这個问题啊。伊讲啊，菩提本来是诸法的实相啊，原来是无相确定的啊。卡斯讲菩提有相确定呢，安尼弥勒菩萨啊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菩提是假相名词，表示咱人正悟甲无相的真理时，方便的名叫做菩提。无相的真理离开言说，离开文义。这是方便施舍的利益，这菩提不可随啊！离文义上的啊，离语言上的啊，搁无加离掉，搁以为菩提有一个形象可得，安尼大错特错，安尼明白无啊？安尼一再甲弥勒菩萨千叮咛万交代呢？那么注意听好，下面呐、啊，为无结技术真慈悲。就开始呢，向弥勒菩萨解说三昧会叫做菩提。菩提真意在哪里？菩提真面目在哪里？是三昧会叫做菩提。那么前后呢，维摩诘居士呢，都讲出了25句菩提真意啦。到底25句菩提真意在哪里呢？注意，咱下面渐渐要讲落去啊。请咱大家拍开呢，这个维摩诘经文哈，伊安尼讲咯，即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，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，不行是菩提，无业念故，断是菩提，摄诸坚固。你是菩提，你住梦想故；众是菩提，众住缘故；不入是菩提，无贪著故。哎，咱先把这段稍微解说一下，是啥物又叫做菩提？哎，伊引用25句，咱先提呢，这几句呢来解说三个菩提。咱起先用这白话甲念一遍，甲消文一遍就对啦。然后咱开始解说三个菩提真义，注意听好。执着灭尽烦恼苦烦是菩提，因为灭尽了所有的希望之上的因果，不用妄心观察呢是菩提。因为远离所有啊妄心的攀缘思虑，心不行动，起念是菩提。因为啊菩提实性无对一怀念，断尽邪见执着是菩提。因为啊菩提舍离所有的邪恶甲见解，舍离是菩提。因为内心舍离所有的希望思想，贫穷阻止是菩提。因为终止了贪求的愿望，心不入迷已，定境是菩提。因为无有贪恋执着的缘故，这意思注意听好哦。这就是啊，佛法。因为扫除每一个众生心内与希望的分别，扫除众生内心坚定依怀的执着，要显示三昧叫做无常的菩提，甲真相讲出来。菩提是啥？第一，伊就讲啊，即灭是菩提啊，即灭就是讲灭除贪嗔痴一切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，既然扫尽呢，
菩提就现前啊，叫做灭诸相故。什么诸相？就希望贪嗔痴这些无明烦恼相啊，灭尽的时菩提就现啊。用不管是菩提离诸缘故，这个不管不是无关啊，是叫咱唔好用这希望妄想心去观察，就亲像讲咧看虚空，袂当用有色嘅目镜来看。你扫除这希望嘅心，用这清净不可言说嘅这个分别心呢来观察，安尼才是真正会当扫除内心啊希望攀缘嘅思虑。哎，最后听好，不行是菩提。无意念过，这个不行就是怎啊？心无行动，起念就是菩提啊。因为菩提是性诶，本来无啥物对意啦、怀念这个妄想意识心诶。啊，佮听好，断是菩提，下住坚固。这个断是断尽所谓下见执着的意思，下见执着。那净化掉菩提动啊现咯，也就是呢，菩提下离所谓这邪见，所谓执着，菩提才现得出来啊。伊个讲啊，啊下离所谓这个烦恼心呐、啊，内心执着心呐、啊，菩提才现露会出来啊。哦，啊边种这种是菩提，啥意思？就是讲啊，会阻碍着咱的，妨碍着咱的，即款所有无必要世间事的愿望，爱净化掉，未入咱的心意吧？安尼菩提自性再现，无思想或者世间贪欲贪求，一切虚有愿望之心呢，永远降住咱清净的本性，忽视本性清净再现呢？绝对无法度。伊讲这话，完全是要显示出讲扫除众生的分别的执着，好咱这个无形无相、清净光明的菩提呢，一再显露出来，用于在这所在。注意个听也好，下面呐、啊，咱要去讲话啊，讲了这个微妙的技术啊，伊这二十五句这个菩提意思。该说到这，下面阁有咧，大家请拍开经文哈，伊安尼讲话咯。顺是菩提，顺以如果；诸是菩提，诸发性故；智是菩提，智是这个；不二是菩提，二义法故；定是菩提。定虚空故，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故。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大家注意听哈。这段也是同款，微妙的技术对弥勒菩萨呢来宣扬这个菩提的真义啦。咱在阿未讲入伊个义理以前，咱先念一遍呐、啊，消文一下，互大家了解着这段经文是讲啥，再深入详细说这道理。伊安尼讲，随顺是菩提，因为啊，随顺真如实性的缘故；安住是菩提，因为心安住于。万法的真实体性，道德是菩提，因为修正到了如如不动实际本体，不二的相对差别是菩提，因为啊离了灵缘的心意，以所缘万法的影像，平等是菩提，因为平等空性。就哪参像虚空呢？无为的境界是菩提，因为啊，无升起、暂住、
消灭的无常之相。觉悟了的是菩提，因为能了的众生的这个心思和行动啦。这样就清楚哦，这简单给念作白话，给消文字就对了。那么下面要详细的解说，望大家注意听哦。伊这意思就是讲啊，顺是菩提，顺意如果，这简单讲中，顺就随顺呐，随顺是随顺啥呢？真如实性，安怎得？你袂当随顺安怎呢？啊，随顺五欲六尘，那随顺五欲六尘，那就完矣啊！唔是叫做菩提啊，叫做生死期啊，叫做烦恼期啊，叫做沉沦期啊，叫做轮回期啊，叫做安怎啊？把阮哩痴缠歪歪去啊！所以随顺爱随顺真如啊，随顺诸法的实相啊，随顺诸法的空性啊，安尼唔知我着正涅槃来成就佛道啊！所以顺是顺菩提啊。顺这个真如啊，顺这一真法界啊，顺诸佛开悟正果的路来行，安尼名为一百分呢、啊。所以顺爱顺得到呢，忙了为这个五欲六尘去，去起欢喜心呢，为了一时之中呢，带来万劫的痛苦甲沉沦，名之为无价值呢。哎，注意清楚哦。所以顺是顺于真如啊。佮听哦，用诸是菩提，诸已发性，类似于顶冠的意思啦。咱讲安住，安住住，安住是倒位啊？安住伫这诸法的空性。咱凡夫众生将来唔慢呢，静静啊思考一下，你个坐落去思考看卖咧。凡所世间一切法，快乐个代志。痛苦代志，对一项代志会当永远安住的所在，静静啊思考看卖，你也看，你自古捌代志，细汉到今啊，回头活到二三十岁啊，四五十岁啊，甚至六七十岁啊，请借问过去你呢丰功伟业、轰轰烈烈，受人赞叹、阿罗破声满天下当中。你风行一时，啊，幻法一时，应住一时，过去的轰轰烈烈，如今在哪里啊？如今在哪里啊？被无常所吞食，不能安住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可是不能安住，你如果生活在过去的回忆的当中，分明跟自己过不去啊，你分明跟自己。挑起了战争的自己啊，让自己痛苦啊！所以吃饱无代志，怎么来来？是讲唔能阮过去在日本时代里烧做保证呢？三不五时欺负咱台湾人呢？你心底啊个想要创啊？过去已经过去啊，生生灭灭啊！所以主是菩提啊，爱主是道义，主是诸法空性，凡所一切法。是如幻如化如电如露如梦同款，不可得啊！你何苦苦苦呢？安住伫生灭法当中呢？安尼是唔是呢？和智者所怜悯甲同情啊！所以呢，这是只着顺境来讲啊。啊，过去呢，你捌代志以来呢，曾经做了真济真济啊，毁累代志。让你不能称心如意的代志，让你懊恼、郁卒、苦恼的代志，让你耿耿于怀、难以忘失迄款苦情的代志，请借问如今又搁在哪里？被无常所吞食呀！因为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不可得啊，空幻不实啊，就哪像就张眉做一摊恶梦同款呢？如今又搁何在啊？不强哉啊！既然不强哉，可见诸法拢总是不可得，缘起性空的啊。
所以咱都唔当我延去圣公的幻化之法说偏去啊。所以为摩诘基师甲咱教，住是菩提，住已发性。你安住伫这空性的当中，安住伫不生不灭的菩提住性内底，你看。唔爱跟你心做朋友咧，你何苦跟外口人事物做朋友咧？你唔知啊，该地的靠不住咯，何况人事物名义权威，这太靠会住咧。哎呦，这种众仙无知啊，和外口人事物人我是非呢，所蒙蔽啦，看杂掉的，无这个八戒地位。了解诸法本来的空性，伊完全无知啊！在无知的状况之下，和境界转个个地阵团团转，毫无目标，无一个人生正确的方向盘，明知为可怜啊！所以呢，佛祖跟你讲啊，诸是菩提，哦，安住伫这个诸法不生不灭、无生法忍的涅槃当中。也就是诸法的法性的内底，空性的内底，因永远未比这个外口境界呢，会转去。不但不比境所转呢，你可能转一切境界啊，这才是了不起，才是人上人啊，在堪称呢无上师啊。所以楞严经唔在讲，心能转境，是名如来啊。心不能转境和境界转，名之为凡夫啊！所以问你凡夫爱圣人呢，是问你到底心能转境无？能转境，给你恭喜，你就是如来。你不能转境和境转呢，名之为凡夫啊！安尼自由权呢，在你手中，和你自由选择。看是呢，你要选择凡夫还是圣人？如果你若选择圣人为家，哎，你就在修行，能转一切境，不比境所转，到最后圣人者也是你自己。你若是讲我甘愿对汝，甘愿要做凡夫，无你是免转。安尼我咧讲，你有境界转，哦，你不能转境，你就永远做一个痛苦和境界转的人，逐工伫遐去哀声叫绝。叫天天未灵，叫地地未灵，伫生死受苦，伫安尼艰苦叫难呢？你就要有这个勇气来承担这事实，安尼你就要做得过。所以呢，为摩诘基师这段苦口婆心的言辞啊，无非就是叫咱爱安住咧啊，安住伫菩提当中。那菩提是啥？诸法的发性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下面讲智是菩提，智是这个，智啥？智就道德，到了目的地啦。咱的目的地是对，唔茫误会哦。你咪讲，然后一生当中目的地呢，就是要做医生，医生也是对，世间法给你恭喜。我要做这个建筑师，给你恭喜。你也是无得地高啊，可是世间法。人阮要做总统，哎，总统你做了啊，无得地高啊，恭喜！但是世间法，我要做五院院长，我要做立法委员、国大代表、县长、市长、乡长、镇长，拢互你做了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做了当中呢，你嘛是世间法，无了义、无圆满、无究竟啊。何况名义、财产、权威，那是刹那呢，如同风水一般，像是落大雨呢，晃晃叫溪水为山顶流了啊，两天三天就流了啊，人生缘灭，人生缘灭啊，所以人生缘灭呢，是概无情的，刹那去，刹那灭，所以呢，一朝为王啊。有那一夜之间，就变运的变成的如角之球啊！可怜啊，可怜！所以呢，世间的代志你得到了后，你唔好先欢喜心，因为啊，
这是无常生灭、暂时性的存在而已，不是固定的，不是永恒的，是随时随地的变迁无常的。从世间法和达了当中，有缘也等于无达同款。所以呢，佛祖跟你讲啊，只是这个，要达，要教，教到倒位，达到倒位呢？达到实际，实际是啥物所在？哎，明心见性，又即是达到呢一真法界，达到呢大圆境地，达到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，达到永恒不变、不生不灭、无量寿的自性以外。那海的时阵啊，注意开悟正果，甲你恭喜，成就佛道，甲你恭喜，安尼清净好，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到了彼岸呢。佮第二叫做不二是菩提，而意法故，这个不二就是不二法门呐、啊。咱往往呢，拢认为讲心出个外境诸法有一个对立。其实零对立比我所对立的幻呢，缘起性空，空是无两项啊。我这个空性不二法门呢，因才是安住在菩提当中。定是菩提，定是空故。那么咱讲平等，世间的平等还阁无究竟。你咧大家究竟空性，因才是平等的时阵，如同虚空啊。虚空是平等的，但那参照呢？在咱台湾报道呢，是这台湾的虚空呢，跟美国的虚空无两样。台湾的这个虚空呢，跟日本的虚空无两样。台湾的虚空跟苏联的虚空无两样。台湾的虚空跟这个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这个虚空呢？无什么两样，因为啊，虚空是平等啊。开悟证果了，悟明这清净不生不灭的佛性，如同虚空，也是平等不二。爱清净哦，无为是菩提，无有生住灭故，是八分。无为就是远离了一切生生灭灭的境界。纯粹是一发性的存在，所以无有生灭啦。所以诸位在座一千三百几个菩萨，那大家清净无为的境界，那么就远离一切生生灭灭的起心动念的烦恼，永远活在清凉自在解脱的自性当中。一个地是菩提，了知众生的心因果，你是否有一天开悟证据了？那么你六种神通自在，六种的神通自在时啊，当下就了解了众生的起心动念，了解了众生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一切事，六种神通。所以第一就是讲了解了众生以种种一切境界，乃至自己一切一切因缘果报世界拢知影，所以叫第一是菩提。了众生心因果，安尼自成正果。所以呢，这段就是维摩诘经书啊，对了呢，弥勒菩萨解说二十五句三昧个菩提真义。那么讲在正在精彩当中呢，诸位菩萨啦，时间已经到咯，正在要个讲的当中，时间不允准，会见啊。那明仔载呢？维摩诘经第57天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